那个上个礼拜的话呢，基本上第五次上课哦，那今天第六次上课哦，然后我们前面只是上课的话，主要是针对那个，其实 Excel 里面主要下载的部分、爬虫部分哦，其实我们用的都是 Query Table 啦。那 Query Table 其实最大的好处是说哦，它其实程式码非常简短，效率也不错，但是它还是有限制，也就是说它针对 CSV OK， 然后针对网页的 table 也 OK 啊，特别是哦，网页的 table， 网页的表格哦，而且哈、哦，它 query table 还有一个限制，就是它的内码要是 big 5的，它如果 UTF 8好像会是乱码，所以呢，它其实很好用，程式也很简短哦，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限制。另外后面的话，像 JSON 哦，像 XML 这个就没办法用那个用 query table 了，因为 query table 其实对于 JSON跟那个 XML 其实真没有资源。那如果你要用的话呢，可能就是要用它下一代的。之前我们跟各位讲，就是 Excel 的后面的版本好像有个 Queries 的一个物件，哦，那它其实跟那个 Power BI 里面的那个什么 Power Query 其实是一样的物件的，哦，那只是说呢，它的缺点就是说，第一个它其实蛮复杂的，它抓资料并不是像那个 Query Table 是直接就抓到你的 Excel， 它是先抓到一个什么呢？一个记忆体里面的一个 table， 那个 table 的话呢，其实就有点像资料表，虚拟的资料表，然后再用那个什么 SQL 语法把它查。我之前跟各位讲过了啊，其实相对是比较麻烦，但是它的功能比较多了。OK， 那其实爬资料哦，主要还是要怎么？其实有点复杂的地方就是说，没有一个物件哦是全部一体适用的，通吃的。所以变成说，你们可能就是要针对不同的资料来源，或者是说不同资料形态，然后呢，你要选用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物件来爬取资料了，不然的话呢，可能会造成爬取会失败啦，或者是说你爬取的效率不彰之类的问题发生哈。然后今天的话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看啊，所以上个礼拜，主要是针对那个邮递局要正规化这部分哦，做一个范例说明。那主要目的当然是希望说，如果你们遇到类似哦没有正规化的资料哦，那你可能就要想办法把它正规化。好，那诸如就是说，怎么样把它本来它不是一个正规化的三个栏位，那把它变成三个栏位就对了，就这个动作哦，那可能还是要想个方法。当然前提是要快速啦，不然的话其实你会想说，那土法炼钢来做就，土法炼钢其实就当然是不是有效率的事情哦。所以上个礼拜前面的部分是解决那个正规化，哦，那后面的话呢，其实就是再把它变成用枢纽分析表的，聚集啦哈，哦。那这个前面我们有做过类似的，然后呢，我们用录制枢纽表，哦，然后再把它做一个修改跟注解，然后也做了一个枢纽图啦哈，哦，把两个合并在一起。那今天的话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哦。那理论上应该就是讲到 JSON 哦。不过在讲 JSON 之前哦，我刚有提到就是说，Query Table， 当然这个物件其实出来蛮久了。我记得好像我在写那个 VBA 的时候，它就已经存了，所以至少它应该存在20年应该有了哦，一个蛮老的一个物件哦。那我刚刚讲哦，除了它可以抓那个什么，抓那个 CSV 之外，所以前面其实我们抓 CSV 资料都透过它。另外的话，其实也可以抓网页，哦，我觉得它最早那个有一些网页资料哦，都靠它来抓。但是后来网络上有一些网站哦，其实很不喜欢这个什么用人家用 Excel 去抓它。那其实 Excel 背后就是也是用 Query Table 了哦，所以后来有做一些改变，比如说呢哈。你抓资料，特别是 query table， 它前提一定要是表格。哦，那什么表格呢？就是 Excel 这个 HTML 网页里面，它一定是一个表格的标签哦。那像雅虎以前也是用 table 标签，但是后来改了，它不要让你抓。哦，所以以前的雅虎股市哦，它也是一个表格，可是后来改了之后，你就没办法用 query table。那我们来简单再延伸讲一个。用那个 query table 可以抓网页的一个简单范例了哈。那这个范例的话呢哈，你们可以点击那个
下面第二个单元哦，我们先看这个好了，因为有点像那个把 Creative World 的效益最大化哈、哦。它如果除了可以抓文字资料之外哦，假如说你要抓网页的话，那基本上也可以靠它，但是它有蛮多限制的，可能要注意一下。那我这边举的例子哦，这个范例刚刚好可以抓，哦，那这个是一个乐透云啊，哦，这个常常有同学就是想要买这个乐透彩，他想要先大概知道一下历年来到底哪一个号码哦开出来的几率是最高的，次数最高了哦，几率也最高。那这个乐透云里面呢就有提供一个历史资料哦，啊，你可以看到了，这个其实栏位的话总共有四个栏位，那其中的话我们要的应该是日期跟等于前三栏位了哈。那这个资料的话特别注意哈，它是放在网页里面。那我有讲过哦，按右键，哦，啊，你怎么知道它是网页？你可以在这个表格的左上角上面，我习惯哦。当然了，如果你要看按右键检视原始码，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是 HTML 的开头，然后 Head 在这边，有没有这个标签啦？不过我不推荐你用原始码，为什么？因为原始码哦，光行数就600多行了，而且你要找 table 的位置很难找。那你往下拉也可以看到，这边就有个 table， 有没有？哎，它的结构一定是什么？小于符号开头，后面是一个 table， 那结束的话一定是一个什么？斜线加一个 table， 有没有？小于符号加一个斜线加一个 table， 就是它结束的地方。那特别是哦，这个query table 是可以抓这种资料哦啊，如果其他资料很抱歉就不行。所以像那个雅虎股市哦，它以前呈现的方式也是用 table 了，可是你可以看一下哦，你可以找一下雅虎股市，它现在换掉了，它把它换成 div 了。那也就是如果你 div 就不行 ，OK， 那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哪一种呢？其实我教各位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但是你按右键检视原始码可以，可是问题检视原始码哦，它的资料量太大，不推荐。你可以换成下面这个检查就可以了。那检查的话，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慢慢看，我可以透过什么呢？检查功能哦，可以直接找到我目前想要知道的这个地方的那个HTML 标签，那我就可以判断。那比如说呢哈，比较接近表格的那个标签位置应该是左上角。所以我在左上角的这个地方日期好了，选取，按右键检查之后哈，那你可以看到右边就会有一个显示，你会发现哦，右边就是一个开发有没有 Div Tool 哦 ，OK 好 Div Tool 的话就开发工具了哈，然后呢，哎不过它也可以中文有资源啊，算了，它每次都跳这个，但是永远都还是英文，我不知道他说什么啊 ？Switch to into Chinese， OK， 看各位啦，看习不习惯，我还是习惯看英文。反正中文，你如果假设你看不习惯英文，你可以把它切过去。OK， 我先把它关掉哦。好，那你可以看到哦，按滑鼠右键检查之后哦，它其实最大的差别哦，就是呢，它一样是显示原始码，在这边。可是它多了一些功能，第一个就是它直接告诉你说这个地方有没有，这个地方其实指的就是这一块啊，有没有看到这一块有底下有点那个反白，意思就告诉你说哦，你现在所指的这个位置在这里啦，那这个是什么标签，有没有看到前面哦，以后你们看标签反正开头符号一定是小于啦，那小于后面 TD 的话呢，你们查一下 TD 就是储存格啦哦，那上一层的话就 TR 就是 table row 了， table row 就是什么，指的就是这一列的意思。那在上一层就是 T body 就是这个表格本身的主体。那最上层的话你可以看到它这个 table，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小于符号 table 的话，表示哦你可以用 query table 抓，但如果不是哦，你们可以搜寻一下那雅虎股市好了，雅虎股市，然后你找到那个表格，它看起来是表格哦，可是你按滑鼠右键检查，发现它是一个 div， 如果是 div 很抱歉，那你就不能用 query table 了， OK，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判断的一个方式了。好，那第一个我确定说哦，
它是一个表格，哎，那可以耶，那我就那我要怎么抓呢？接下来的话哈，那、我蛮推荐各位一定要熟悉这个工具啊，而且最好慢慢多玩，因为以后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去观察那个 HTML。 为什么？因为后面其实我们还有个单元，就是去抓取那个网页上资料啊，并不是用 Querytable 哦，因为我们会遇到一种状况，就是如果不能用 Querytable 怎么办？那我们就必须哈、还是要解析，这个 HTML 的语法，然后呢，找到你想找的资料位置，然后找到它的标签，然后告诉我们后面也许会用那个什么 XML 的 HTTP 物件或者其他像 HTML 物件哦，去抓你要抓的资料，反正网页上面的任何东西哦，通通可以把它抓下来。OK 哈、那当然我们 Querytable 比较简单的 ，Querytable 只要确定说它是一个 table。OK，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试着把它抓下来。那你想说接下来怎么抓呢？接下来当然有几个地方，就是，Querytable 的话主要要给它两个讯息。第一个讯息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网址啦，你把这个网址这样给他哦。第二个讯息说，那请问一下哦，你要抓 table， 可是问题来了，那这个网页里面呢有很多是叫 table 的，就是好几个 table 啦，那请问一下你要抓第几个 table？ 所以主要给他两个讯息，一个是网址，一个是第几个 table。 那可是你想说，老师，那我要怎么知道第几个 table 哦？其实这个答案其实它有几个方法啦，反正你就是一定是这个小于标签加 table 嘛，啊当然，不然的话你就是用按右键检视原始码，有没有啊？原始码里面你就搜寻那个小于符号 table， 然后它再算一下第几个也可以，或者是说我习惯的方式是这样的、就是我直接在这边，寻找，那怎么寻找哦？我习惯是。在这个画面上寻找的快速键就 Ctrl 加 F 啦， Ctrl F， 所以游标记得放在这边，然后 Ctrl F， 你会发现 Ctrl F 之后哦，它会出现在中间哦，有点怪，其实以前好像都出现在上面，但是它现在出现在中间哦，啊 Ctrl F， 或者是我看一下它 Ctrl F 有没有，因为我都记快速键啦，你们可以找一下它那个标签哈，其他的功能我看，Ctrl 在这里啦，不过它这边是显示为什么 Ctrl Shift 加 F， 有没有不一样？看一下 Ctrl Shift 加 F，Ctrl Shift 加 F 是找里面的东西，好像又不太一样。那算了，我们就是先记那个 Ctrl F 好了哈，这个可以先把它先说一下，然后呢，怎么找哦？记得哦 ，Ctrl F。然后呢，你要找的是，这个网页里面所有的那个 table 标签，哦，所以你就小于符号开始嘛，哦，然后打一个 table。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如果你 Ctrl F 之后，它会在中间出现之后，然后呢，你接下来记得哦，这个小于符号一定要打，因为如果你没打的话哦，它会变成找。不是那个什么，那个 HTML 的标签也会出现，只要叫 table 都出现，那就会错误了，然后你可以看到哦，打上这个之后的话呢，请注意看右边，它这边会显示说哦，你现在标签停在的位置是第几个啊？第一个 table 嘛，然后 of 第几个，总共有几个啦 ？OK， 所以总共有七个啦，看一下，那当然呢，我们现在的这个 table 到底是第几个？第一个在这里，不过你也想说，老师，第一个 table， 可是它好像不是 table 那为什么它会是 table 的标签啊？跟各位讲，表格哈，在那个网页编辑的时候，并不是只是代表拿来当表格用哦，很多时候也会拿来当排版用，也就是说，它这个是一个板块啦，但是因为拿来当板块哦，后来发现很难切，所以后来你会发现新的网站哦。大部分都改成 div 了，有没有放一些那个其他的一些元件的时候哦，其实就会用那个 div 啦。但目前看起来这个网站因为可能它比较老旧一点哦，所以它几乎都是 table。好，那下一个的话，这个箭头，下一个，第二个在哪里？第二个在这边，有没有看到？
他会反白一下哦。有没有第一个？第二个有没有？第三个是这一块。那你说啊，老师，第三个好像很近，可是问题上面东西不是我们要的。当然，你如果抓第三个哈、哦，也可以，可是变成你要剔除掉上面的东西。好、啊，第四个，第四个是这一块，第四个好像也不是我们要的。第五个，你会发现哈、哦，第五个就中了。所以呢，如果你假设哈、哦，知道说我要抓的这个网页，哦，它是哪个网址之后有没有？网址知道了，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的标签是第几个？第五个嘛，哈、哦，只要这两个讯息有了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网页里面的这个表格资料呢，通通都汇到 Excel 里面了。OK， 啊，待会会跟各位讲哦。如果你找到这两个之后，接下来怎么做了？很简单，其实 Create Table 啊，我在云端上面其实有放了一个范本，非常简短。我是觉得 Create Table 好处就是简单的、啊，但是它缺点就是不是万用的哦。啊，我会在前面有一个叙述啦。这个 Create Table 其实它怎么产这个程式码怎么产生的？其实我是利用 Excel 2010的版本哦。去录制的啦，录制聚集把不要的程式删掉，所以其实录下来程式本来这么冗长，那我最后留下来就是这个啊，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范本，叫做 Sub 大乐透下载到 End Sub 啊，应该是第四页吧哈啊，你只要填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 URL 分号后面把网址贴上，第二的话就是 Web Table 这边有一个空白的地方。输入五就可以了。为什么是五哦？就是刚刚我们找到的啦。OK， 啊，你们也可以试试找找看，好，来试试看哦。有没有把这一段哦复制 ，Ctrl C， 这个是一个范本啦，我觉得这个蛮万用的，所以你们将来也许也可以把这个稍微记一下哦。然后开一个空白的好了，那开发人员里面你就直接开 Visual Basic， 那一样嘛哈、哦，开发人员 Visual Basic， 然后按滑鼠右键，先插入一个模组。再把刚刚的 sub 贴上，好、哦、啊，提供两个讯息。第一个讯息的话哦，这边有个空白，哦，记得把网址贴上，哦，哪个网址？这个大乐透这个啦，哈、哦，把这个网址复制一下，然后贴到这个，记得把这个空白盖过去啦，也就这边不能有空白就对了。OK， 然后网址就贴到 URL 分号哦的后面这边一串，那它尾巴一定是。记得啊，刚刚本来有个空白哈、哦，啊，你空白一定要拿掉，不然空白如果放着，应该会出错。OK， 第一个哈、哦，网址给他，有点像停。第二个话就是 Web Table， Web Table 其实就指的是 Web 嘛，哦，网站上面的表格是第几个的意思啊，然后输入5就可以了。当然你们可以试试看输入别的，比如你输入3好了，你会发现抓到就是那个第三个那个表格了。OK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直接哈、哦、来 run 一下 ，OK 的，程式写完了哦，然后 run 看，我、哦、执行看看，表格有没有出现？抓下来了 ，OK， 那你会发现哦，这个他就帮我把什么呢？2023年的8月15号，刚好你，这个应该没错吧？我看一下，那他抓下来的话哈、哦，不会把格式带下来，所以这个把它关掉了。有没有2023的8月15礼拜二，然后它的四个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然后第二个资料在这边，然后第三个资料在这边，有没有以此类推，就可以把资料哈、哦、很快的通通抓取下来了，有没有？如果你要抓的是一页比较简单，一页的话呢，其实只要一个网址，这个网址就 OK 了，哦，那可是问题来了哈。其实这个后面的延伸还蛮多的哦，哪个地方呢？包含就是说哈、哦，因为呢这个历史资料呢一定不会放一页，一定是可能会放不下，所以他把它分开来了。啊，分开几页呢？总共有71页，也就是说第一页的话呢应该最新，71页应该是最旧了，那最旧的是2002年。所以呢哈、哦，假如说呢我们今天呢希望说可以把第一页哈，一直到第71页的资料，通通都抓到 Excel 的话，啊，那就会需要另外产生另外问题。那我要怎么样哈，可以让他抓第一页？那你说老师要抓第二页怎么办？第二页的网址有没有？然后怎么样再贴吗？
然后再去下。可是问题不对啊，如果71页，然后岂不是要抓71次吗？那当然哈，你要找出一些规则。那因为刚好网页哈，它的运作流程上面呢，通常哈会给一些参数。那这个参数的方式哈，一般叫做 get 啦。OK， 看得到的参数都叫 get。OK， 那这个 get 的动作哈，有点像是叙述怎么跟这个 server 沟通。哦，我给你嘛，啊 get 一定是看得到的。那如果有些参数是看不到的，像后面也有一题看不到的，看不到的就是 post 就是有点像包装之后再给你，把它放在一个纸袋里面，我再给你，那表示说哈，里面放什么我不让别人看到。那 get 当然哈，好像比较常见，你们有没有特别去注意一下？像那个什么，你买东西，像 PC Home 啦、Momo 啦，一些有没有电商平台？上面其实都会有很多的一堆参数，他不怕你看啊，可是你结账的时候呢，那些参数绝对都不会出现。为什么？因为那个有资安问题的就不用 POS 了，但是如果没有资安问题的哈，大部分都会用问啊，请各位试试看好了哈。所以我刚刚主要讲到的就是关于那个 query table 的延伸哦。 OK 啊，这个主要是针对就是抓那个网页资料的话哈，有一个比较简便的做法啦。好啦，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试看哦。这有点像是那个把 query table 的效益最大化哦，反正 query table 能做啊，为什么一定要用 query table 啦？我自己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哦，因为 query table 实在太简单好用啦。 OK 啊，当然它缺点也不是没有，它不是万用的哦啊，它如果，所以我们前面主要是讲它能用什么哦啊，它不能用的没关系，我们想别的方法可以去弥补那个不能用的部分哦。OK， 请各位试一下。所以如果你不能用的话，后面还会讲到了哦，可能用其他物件。不过其他物件，你说老师为什么不先用？哦，因为其他物件哦，实在程式太复杂了哦，很多东西哦，你光写那些程式你就头晕了哦啊。当然那也蛮，后面几个物件也蛮强大，包含就是说。类似像 IE 物件就蛮好用的，哦 ，IE 物件哈，其实也可以直接把浏览器呼叫，哦，然后再抓里面的资料，可不可以？也可以，但是它的相对的哈，跑的效率第一个比较没那么好，第二个的话哈，程式也相对复杂 ，OK 啊，不过啦，反正只要你看得到的资料，通通可以抓得下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试试看哦，请各位。把那个 query table 哦，抓取网页资料的部分试试看。当然你也可以去找别的网页哦，因为别的网页那个只要是 table 哦，基本上都可以抓。但是还有一个限制啊，就是那个编码的部分哦，你们也可以揣看。有些如果它是 UTF8 哦，有可能是乱码哦，这个可能还是要想别的办法去解决啦哦。那至少我们这个乐透彩的资料抓下来应该是没问题哦。